特里加奥特曼，特里加奥特曼，特里加，特里加，特里加，怎么全是特里加？根据我小刘先的经验判断，应该是找出六位特里加的对拼了，就凭着小偷的线索了。你是说偷走我们奥特曼橡皮人的小偷？没错。可是我们要去哪里给特里加找对拼卡呀？就在这里。魔仙，魔仙，想要怎么发？基里艾洛德人，尼奥斯奥特曼，格罗布奥特曼，风不追，杰德奥特曼，杰德奥特曼，戴拿奥特曼，哎，特里加奥特曼另一半就是迪迦奥特曼。哇，成功了！图图大哥，你好厉害呀！过奖了，赶紧看看有什么线索没？果然出现了小偷的线索，可是只根据白色眼睛也看不出是谁吧？那我们继续找出第二个特里加的另一半就好了。刚好第二个我也知道，而且已经找到了。特里加的第二个另一半还是迪迦？啊，又是迪迦呀！哎呀，英英，不要大惊小怪，还是赶紧看看线索吧。这一次的线索，金色的皮肤，这怎么看着像一个奥特曼呀？那你知道小偷是谁了吗？我现在对于小偷是谁只有一个范围，还需要更多的线索才行。那这还不简单，继续给特里加找另一半不就好了？那接下来的第三个特里加另一半，你们谁能找出来呀？当然还是得靠我了。不仅这第三个为了让你得到线索找到小偷，这第四个的另一半我一起给你找出来。迪迦奥特曼，克拉菲扎，杰德奥特曼，奇马伊拉，欧布奥特曼，杰德奥特曼，红眼泽塔。哎，第三个特里加的另一半就是跟他对打的红眼泽塔。第四个是真特里加，跟他对打的就是，就是他，梅加诺吉厄。土豆大哥，你都找到了，而且还都找对了，这是一个大挂了。哎，小意思啊，赶紧看线索。一个牛角，还有一个牛角。小小，这次你能看得出小偷是谁了吗？有大牛角，金色皮肤，白眼睛的很多。要想知道小偷是谁，还要更多的线索才行。哎，你早说嘛，我现在就帮你把第五个永恒闪耀特里加的另一半给你找出来。那你加油啊！巴尼拉，特里加奥特曼，杰德奥特曼，杰德奥特曼。哎，找到了！永恒闪耀特里加的另一半就是永恒闪耀特里加。嗯，大哥，你的挂快消失了吧？不可能啊，这一次怎么没找对呀？嘿嘿，这一次终于轮到我小魔仙上场啦！魔仙，魔仙，想要什么法？原来永恒闪耀特里加的另一半是德塔呀！对哟，闪耀特里加。能跟闪耀特里加对拼吗？哎呀，没事了，我们很现实吧。嗯，是一个纹身。怎么样，队长？白色眼睛，金色皮肤，一对大牛角，还有纹身，知道是谁吗？这样的奥特曼太多了，实在是不能确定。那还等什么？赶紧找到黑暗特里加的另一半，线索扑朔迷茫了。那你知道黑暗特里加的另一半是谁吗？你们想啊，黑暗对应的当然就是光明了，所以他的另一半就是永恒闪耀特里加。什么？错了？那还怎么找到拿走我们奥特曼橡皮人的小偷啊？对呀，我们的努力不就白费了？你们别急啊，我敢肯定他的另一半肯定就是永恒闪耀特里加。你们给我点时间，我马上把他找出来。那你就